晚间收到的最新消息，瑞典文学院是将202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坦桑尼亚的小说家阿卜杜拉扎克古尔纳。常年在英国以英文写作的古尔纳是知名的小说家跟文学教授，最著名的作品《天堂》曾经拿下多下的欧美文学大奖。瑞典文学院评审委员称，古尔纳的作品毫不妥协，充满热情地写出了殖民主义的影响，以及困在不同文化跟大陆鸿沟之间难民的命运。为此，将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颁给了他。